凌辱关东大侠，到李家头，甲伊比试高压，来赢太医一刀升三级，太两刀升六级，那太三刀，我知，安怎？洪太高进，唔对，不是啊，安阳将将，正气特别跳条声音，你是气。我想你是谁？你在遐生气，若是无照生气的样，就爱抬头啊！你完了，无照这个样爱抬头，对不对？我心中没有头啊！有啥物通好惊啊？小姑，你来这里好多，你嘛知讲你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你两个就生气啊！我系就生气，因为啊，我有办法，我来找关东大叫。你个广东大侠，上早当初是阿兄去掠鱼的时阵，广东大侠出现，讲阿兄甲这人官有文武状元通好做，所以啊，即摆皇帝就是要找伊嘛，名扬西藏同款，我来去找伊就好啊。哎，安怎啊？我跟伊什么关系啦？你咧开什么会啊？因为什么啊？你是我的人，不是你的人啊？因为广东大侠跟我讲亲戚关系。迄一间倒转来阮家，我甲关东大侠两个人讲得亲情。伊讲，伊有心酸的人就是你哦。什么？又对伊讲你？我唔对伊个有讲哦。那伊要遵从你这个大母哦，大母若遵从就要娶我，我唔知就是阿嫂你哦。不过你那也是亲爹的关系，我两个就话讲坦白，我爱人是关东大侠。是真实的。啊，那恁拄则我讲的问题，你敢无同意？你放心，小姑你嘛真理解，代志竟然接旨啊，事不能隐瞒，来去找关东大侠。我带你来去，行来去。